好，那开始录影。首先，欢迎各位学员的参加啊，各位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啊，因为我们这次的一定要39岁吧，29岁以下的青年可以参加。好，那也一样哈，这边刚才可能温助教、温老师也有提醒一下，这个各位你一定是要有非工作哈，等于说你没有在工作的才可以领这个补助啊。好，那首先感谢各位参加这一次的课程。这课程从今天3月28号开始，一直到7月28号，为期4个月整的课程。那我是你们的导师江志强江老师，等一下我再秀我的网址给各位看一下啊。那首先呢，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课程是劳动部所补助的哈。我们已经到第3期了哈。其实劳动部对我们像这样子的课程是赞誉有加。那怎么说？因为我们第一期是30位的学员，第二期刚好在疫情期间。那因为我们第一期算你们的学长姐。那就业非常的好，所以第二期呢，他就加了10个名额给我。所以第二期呢是40位的名额，而且分成是线上课，因为刚好那时候是疫情啊，所以说全程4个月都是线上上课。那你们也可以看到啊，你有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前面我们 Teams 之前的这些的影片啊。通常你不会去看太多啊。好，那一样，那其实我们这边的课程呢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几个议题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这个是额满啊，说我们每一次期数都是额满啊。先来看一下，特别要注意哈，是我们来的学员呢，每个月你一定要记得还要超过上课时数100个小时啊，就可以领到8000块钱奖励金。那这个任何疑问就可以问一下我们的温老师啊。那我们这个课程呢会从头教啊，就好像今天这一次随便申请一个FB 啊 Teams 进来，就有同学就有做过，那有些同学以前可能没有做过的就会卡卡的，一样啊。我想相逢就是有缘，也期待各位同侪之间希望相互的协助啊。有些本身就有些资讯基础的，那就不厌其烦的协助一下同学。那有些同学之前可能资讯没有那么专精的，那就是要来这边学习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原则上呢，我们这边的课程呢会头教啊，各位不用担心。等一下老师也会问一下啊，大概资讯背景，毕业的这边有几位，哪位会做第一个班级干部的遴选，再来就是小组的分配啊，因为他听过。那我们这城市语言最主要城市语言，大概focus 是在 AI。大数据啊，这个分析，那目前两大的语言啊，最火热的当然就不外乎就是 Python，就说几乎大概2/3的课程呢，都是跟 Python。那再来另外一个语言就是 R 语言，那 R 语言现在虽然没有像 Python 那么火热，但是有很多的医疗，就机关、政务相关机关，他们还是用 R 的。可以说啊，跟 Python 差别在哪里？语法都差不多。那现在Python 比较略胜一筹的，就是因为当然现在的应用更广啊。那最主要就是在 Deep Learning 啊，深度学习部分啊，R 的部分，Python 的部分，就是资源这些非常的多。但是你如果说不做 Deep Learning 的，这两个原因，以我自己的观点。R 的话会更容易理解，Python 还是偏理工这种的角度啊。
所以说我们就会，如果就是这样学习 Python 跟 R，就是两个最基本的语言。那再来我们就会谈到所谓的 data science 啊，资料科学。资料科学呢，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基础啊。AI 靠的是什么？资料学习，就会做要看大单啊、认知能力啊这些的相关的。那再来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云计算啊，computing。啊，这个云计算，现在各位都知道，现在大概全世界三朵云了哈，最大的云就是 Azure 啊，AWS 的这个云，第二个云呢就是微软的 Azure，第三个云当然大家最常用的就是现在的 Google 啊，当然中国大陆一定就用他们自己的阿里云啊这些啊，所以说大概全世界四大啊这个云。那这个云计算的部分呢，我们也有一些的认证，请各位去考。那 Python 也有一些的认证啊。如果说学习完，同侪之间呢，赶快相互切磋一下，可以考一些相关的证照。好，那运气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之前资讯都完全不懂的，就这个欢迎踏入到资讯的。啊，相对的，我们第一期、第二期毕业的学长姐，几乎了，大概有70%以上，几乎都是跟，以前可能是读社会的啊，财经的啊，甚至有生物的啊，还有人念中文，都跑到这个去了，相对的待遇都相当好，非常的优渥啊。那最重要不是钱的，钱当然也要。最重要是说有兴趣啊，因为现在资讯，各位天天都在接触，那有兴趣的前提之下，发展工作，那一样，大概就是 focus 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课程，当然一样，你们学习完了之后，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？当然，我们的云端的这个架构师。你可以去考初阶的认证、一阶的认证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当一个所谓的 data scientist 资料科学家，当然软体工程师也 OK 啊，资料库资料库管理还都会，最重要的现在是各行各业正规的所 AI 啊，各位可以听到所智慧医疗。智慧制造、智慧行销、智慧零售、智慧服务，啊，非常多的都需要靠像这样子的一个人才。那为什么会也前两期也推得很好的，就是各位不要担心，你们前面不管学什么科系，从头来，所以说各位就把之前的包袱全部都放掉，啊，但是也是。你之前是财经的，你把 AI 这些放到财经里面，啊，说不定会更好，就是所谓跨领域啊，一样，各行各业都是需要上的一个学科啊，因为老师本身也是 EMBA 的副主任啊，各位知道 EMBA 就是高阶经理人班嘛，高阶经理人班，真的他们自己都说他们在目前的。IT 的部门都还是比较流行传统思维啊，系统的英语，要不啊，或者是 MIS、ERP 这些传统系统的培训，这种新的观念几乎都没有。那这个也是他们希望将来要再入一些新的 IT 人员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像这样子的背景。所以说也是一样，许各位4个月之后。一样，像你们第一期、第二期，想工作，也是快乐找到好，这也是勉励各位了啊。那我想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一一的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看看啊。哦，对，来。
老师先把环境跟各位讲一下，因为刚才看起来好像有一半以上的同学用过这个 Teams。Teams 的话，这边有一个摄影机，你可以开麦克风，也可以把它 turn off 这边。那原则上这边还有一个是表情啊，这里有任何问题你就可以举手一下。就大概就是好，那以后有同学在做简报，哎，做得不错了，给他一个赞，给他一个爱心，咪一下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有任何的讯息，任何的问题，不想直接讲，就可以用聊天的方式，在这边去做输入，好。老师就会看到这个讯息了啊。这个是参与啊。那接下来就是这边有一个分享啊。目前来讲是老师已经有分享了，所以说我的画面是一个叉。你们应该是一个箭头向上，是不是？你们是箭头向上，是你们的萤幕现在没有分享给我。好，如果说下次我，比如说我要请，哪位同学啊？比如说这位同学，331这位同学要去分享的时候，啊，我就会把我的分享关掉，就点选这边，点选这里之后呢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们都会有几个萤幕啊，有几个桌面，然后这边可能点选之后，它会一个桌面、两个桌面、三个桌面。到时候你就选择要展示的那个桌面，啊，通常我现在是两个桌面，啊，那就点选那个桌面，那点选那个桌面之后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框，这边啊，有一个红色的框，就是这个整个荧幕是输出给没有学员看到的，没问题，啊，通常以后就是你们的简报。那当然了，Teams 也就是 in case 啊，假设万一将来又把这个层级又提高了，又全部改成线上的时候，可能就线上。但是我想应该是不会的。大家也打了3G了，我想这个应该大概已经习以为常了哈。好，那当然是希望能够不要这么严重啊。昨天好像82还是83例啊。好 ，OK， 那一样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没问题的话，那我先询问一下好了，你们先试试看，你们先试用这个表情的方式好来看一下。如果说你是已经有你是自己资讯背景相关的啊，请你按爱心，你自己觉得你是资讯背景相关的，用一下爱心。哎，没有。好，有一位。好，不多哈。来，我看看，只有一位吗？爱心者。哎，这边是还没进来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个别的，这个是。我们今天好。来，那现在在会议上30位，几乎都进来了，好，很好。所以说，几乎是不是都不是资讯相关的？来，举手一下，资讯相关的请举手。好，你从学校毕业？淡江什么系？资工哦，那 OK， 再来，还有嘞？是什么系？数位学习哦，好 ，OK， 数位学习，资工，哎，那你资工系毕业多久了？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所以说几乎，哎，这怎么样 ？Green，
，RIN 是谁？RIN 哦，好，OK，好了，你可以进来了哈，好，OK，好，那所以说大家只有两位可能是资讯背景的，其他全部都不是啊，所以说大概我们这边大概就是全部几乎都差不多啊，就是资讯的能力差不多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我们一点点时间，好不好？就各位先试着一下这个 Teams 啊，怎么样分享你的画面啊？分享一下啊，那一样，把你的镜头打开来一下，没有镜头的就不开没关系，可以的话就是这边啊，你们打开一下镜头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那一样，我把荧幕停止分享，然后我们就从。不然这个，我们好，我们先看看有没有同学要当班带的，班长。刚才这位同学很热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黄胜兴，你是几号？胜兴24号。胜兴什么学校毕业？政大，哦，成大机械吗？哦，有看到你们，好，成大机械，你算我的学弟呢，算我学弟的，我成大工科系的，哎呀，我们工科系有1/3课程也是跟机械有关，好，OK，你要不要当班带？可以吗？胜兴，OK 吗？好，好了，那我们还是有谁自愿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请盛兴当班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盛兴来，好，那盛兴因为他没有镜头，盛兴你就试着先分享一下你的，你就讲讲话，因为你那个讲话应该我都听得到，试着一下。好，那我先把。这是视频的啊，对，好，OK，好，你先讲，你的这个有啊，有吗？喇应该叭，还，我看一看，下，还有，应该有吧？喇叭，对，对，我按了。喂，有吗？吗？有吗？好，那我是黄胜胜兴，兴，那是成大机械毕业，就是也没有写过程，有写过一些程式啊，但是。不知道 Python 啊，也没有试过这样。我台中人啊，在那个我住北屯区，过来也是蛮有一段距离的。现在二十七，差不多，因为我还要念研究所。最近，你们分享完了可以，OK，好。记得哦，你要讲的时候，你的麦克风把它启动，然后你不讲了，你就把麦克风关掉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怎么分享。我不知道怎么分享。分享这个呢，上面有一个这个，离开房间这边有个分享，你点一下。我没有上面那一排。上面没有这一排。对。我你把它放大一点。我是网页版。
所以我好像没有上面那一排。哦，我有办法举手而已。网页版哦，有一个分享桌面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。哎。对，我打就是这个名字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大家好，我叫赖湘婷，我没有读大学，然后也没有相关经验，所以想学这个转换跑道，就这样。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有。我叫赖湘婷，然后我也是没有读大学，然后也没有相关的经验，所以想学这个转换跑道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品豪，我是读侨光科技大学资管系，刚当兵完，然后大家想说来学这个程式的语言。对，但是就是都懂，不是很懂。我那个要怎么开啊？我看，等一下。我让自己分享啊。我拍一下。啊，你就讲吧。因为分享到我的桌面了。这是你的。哎呦哎呦。啊，那就这样讲。我是蔡雅婷，我毕业逢甲大学应用数学系，然后有碰过程式语言，可是略懂。哎，就这样。听得到吗？有，
啊，我是廖彦专，那毕业于云科大财经系这样子，那就是我也是台中人，那就是想了解说。大家好，我叫逍遥，然后我是毕业于东海统计系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于真，我是高科大金融所资讯组的，算是财经背景，然后之前有学过一些 Python 相关的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蒋勤彦，我是逢甲经济系毕业，我是大四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写Python，然后就是在，我是选在那个行销系下面的课，所以就是也是蛮新手，就是想来这边再增强一下自己的那个技能这样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因为这边还是会有回音，那我们就不用分享了，直接麻烦后面的。